今日是本姑娘的生辰，特意献上一支舞送给我最重要的人。幸好这三片神石竟没击中兄长半分聪慧，被嫂嫂耍得团团转。幸好你说等待时机，这要等到何时啊？就是此刻。如果再晚一步，少典永清就该复活了。母后，朝风中的是您的蛇毒，是不是您略施法便能找到他？当然。糟了，尹正，一脸花痴相，怎么跟昨日那个死样判若两人啊？我这衣服怎么这么单调？飞驰马上去通知上医仙房，为神君定制新衣。哎，不必了，你这眼光我看不上，本君还是亲自去吧。不是你一直喜欢高阶雅致的风格，还要我跟你保持一致，怎么又怪我审美不佳了？神君，您先前对天帝说不记得阶下之事了。其实您都记得吧？用欲念碎片令友情复生，果真不会让他成为天界的祸患吗？依老朽看，天帝大可放心。光天，末将在。明日起去蓬莱将去，跟友情一起学习处理公务。是，回来。朕的意思，你真的明白吗？属下明白，去吧。